稍微聊会儿天儿，休息一下。因为在直播，我是11点直播的，然后一直到2点，基本上就在跳舞的状态，然后到9:92了继续跳，所以说那个，体力呢有点受限啊。喜欢金榜的点点关注啊，点关注主播不迷路，谢谢大家。哇塞，谢谢咱家真爱团的宝贝们跟着过来了啊，谢谢你送的小礼物。有什么区别的？什么叫有什么区别的？我给你们唱一个这个，一首《最坏的时光》送给最好的你，送给你们啊。哇塞，谢谢我们星星奶茶宝宝送的小巴掌。还好有你在我身边，陪我哭陪我笑，日子虽有一些苦，但也不算太糟，四季有你嘘寒温暖，一天有你打伞，未来没那么平坦，我的爱你保管，一伤心你逗我笑，一生气就撒撒娇，一忧愁你替我烦恼，一拥抱天荒地老，最坏的时光遇上最好的你，我庆幸一路多么幸运，千山万水终于等到你，细水长流胜过流言蜚语，最坏的时光遇上最好的你，你愿意陪我颠沛流离，就算是人与你我背影，你的双手。谢谢大家，谢我奶茶宝贝儿啊。我昨天脑门撞门上了，挨挤了。谢谢宝贝们的小六六，辛苦大家啦。还好有你在我身边，陪我哭陪我笑，日子虽有一些苦，但也不算太糟，四季有你嘘寒温暖，雨天有你打伞，未来没那么平坦，我的爱你保管，一伤心你逗我笑，一生气就撒撒娇，一忧愁你替我烦恼，一拥抱天荒地老，最坏的时光遇上最好的你，我庆幸一路多么幸运，千山万水终于等到你，细水长流胜过流言蜚语，最坏的时光遇上最好的你，你愿意陪我颠沛流离，就算是人与你我背离，你的双手就是不太好听。是的，又不会唱歌，我唱歌没有任何特效的，没有任何特效的，所以说你们凑合听一下吧。本身舞蹈主播就不是唱歌专业的，反正也有舞蹈主播会唱歌了，但是我也经常学的，还是学不好，没有办法，我也很伤心的。对，我是跳舞的。谢谢我们菜菜宝贝啊，谢谢咱家宝贝送的礼物，谢谢。喜欢主播的，不要勾对直播室通知啊，手机用户点下左上角的小黄心，关注主播不迷路，谢谢大家。咱们还有7分钟的时间了啊，整最后剩5分钟的时候给大家跳舞。
因为那个跳舞主播挺费体力的，说实话。然后说说大家那个一定要就是不要太喷主播哈、啊，因为主播那个都挺不容易的，然后每天都要熬夜，还有两分钟，还两分钟干啥？还两分钟可以跟你们说话呀？难道你们不喜欢聊天吗？我觉得挺好的，所以说咱们要理解一下主播，每位主播背后都很艰辛的。你熬夜看我更不容易，你这样说的话也没毛病，六六六啊，六六六，这个话说的没毛病。是你们熬夜看主播不容易，其实主播呢也不容易，大家都挺不容易的。爱你么么哒，我也爱你们么么哒，宝贝们。谢谢，谢谢我们茶哥哥的六六六啊，谢谢。然后咱们下一段要跳一个，咱来一个拖拉机吧，好不好？但今天的衣服呢不是很适合、啊、拖拉机，今天没想给你们跳拖拉机的，咱等一下就留着这个跳拖拉机用。嗯，好吗？拖拉机可以吗？嗯，么么哒，爱你哦，么么哒，爱你们，爱你们。然后第二步就是跳小野猫了。小野猫的话需要就是低镜头跳，但是那个镜头啊，今天跳不太好跳，所以就不给你们跳了，明天咱们再跳。嗯，然后宝儿是每天的两点，两点就过来了，两点过来彩排，然后两点半正式开始，然后三点结束。然后喜欢宝儿的别忘了点关注和直播室通知啊，哥哥们，因为宝儿一会儿就下麦去了，下麦去之后了呢，就有下一位主播为大家那个献上更精彩的节目了啊。然后喜欢宝儿的可以等那个992轮麦结束之后跟宝儿回家。好好好，咱来那个跳这个拖拉机吧。好了，宝贝儿们，咱们拖拉机开启。
电视了啊。下面九九二有更精彩的节目啊，大家不要走开，然后喜欢主播的别忘了点点直播室通知和关注啊，谢谢大家。下面的宝贝儿呢，节目更精彩啊，下面的宝贝儿是奶茶啊，欢迎下一位宝贝儿啊，奶茶宝宝。哎，我上次以前怎么不是你呢？以前咋不是你？第二个频道的不是你，这是第二个频道居然是你，那我稍微想看你一下。等一下我从九九二轮麦下去之后就要回我自己的直播间了，手放开。